嗯嗯嗯嗯，二叔，看到给自己干活的人神情不应该那么冷漠才对。这谁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对了，二叔，最近呢，公司不太景气，有些动荡，不得不裁员。李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二叔毕竟是公司股东嘛，所以裁员名单还是要让你看一下。 裁员应该裁公司无关紧要的人，这份名单上全是高层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公司总裁的位置，如果你不想做了，你可以直接说嘛，没必要这么折腾。我不做了，换你来做。二叔，你不是早就想不干？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，不好好管理公司，整天就琢磨着队友这二叔耍心机、耍手段。耍手段？二叔，我为什么裁掉这些人？ 你应该比我清楚，他们可都是你的人。现在你把他们带回分公司去多好，都是人才。李森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人都是我的人？二叔要证据的话，我有。你说什么？我追踪这些股东的个人账号，可以筛选出他们共同的联系人以及聊天记录。二叔，对这个解释你还满意吗？如果你要是有异议的话，可以召集股东开董事大会。你是公司总裁。 你想开就开。二叔，我跟你的账还有很多没有算清楚，今天只是一个开始。李总，这些就是李远山勾结其他公司的所有证据，总算入网。 哎，坤儿，你家房子装修怎么样了？装修差不多了。啊，到时候记得请客啊。嗯，不让跟集。<笑>李森，你凭什么带他进来？这里可是股东大会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地方。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说？你让一个外人来参加股东大会，就不怕害了李氏吗？依我看，要害李氏的是你们团队。李森，你血口喷人，在座的各位谁不知道，我李远山对李氏向来是忠心耿耿。是。 与对手公司勾结，篡改项目数据，出卖李氏利益，你还真是忠心耿耿。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这个就是你要的证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这些都是你伪造的。 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？李远山，看来你真的是老了，把位子让出来。李森，我可是你二叔，那又怎么样？出卖公司利益的，一样不放。你算计我？看来二叔你还想聊点别的，那到时候就不是让位的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，都是说句话呀！ 行了，二叔，出去吧。这里你才是外人。行，呵呵，很好。李森，你给我等着！诸位都看到了，对于出卖公司利益，绝不姑息。相反，你对公司忠心耿耿，我也绝不亏待。 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，有事直说。有个事情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嗯，既然我们解决了这么大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我能不能出去放个假呀？好啊，我陪你去。不行，我是跟我大学同学出去，我们都好久没联系了，你会吓着人家。
哦，那让保镖陪你去。那也不行，我们两个女孩吃饭跟什么保镖呀？你怀孕了，得有人保护你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没商量啊？那好吧，嗯，跟着就跟着，你别让他们两个跟得太近了，要不吃个饭都有人盯着我。好，行。谢谢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不要吃生的啊！珊珊，天宇。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怎么大学一毕业就玩失踪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啊？嗯，好啦，走啊，坐下说，快坐。家里啊，之前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我才被迫换的手机和地址，都没来得时间告诉你。那你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定过得特别不容易吧？那你看我现在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这不是心疼你吗？哎，不过现在话说回来，你现在不仅在力士上班，还成了力士的总裁夫人，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其实也没有那么好了。怎么了？是那个李总他对你不好吗？哎，不是，他对我倒是挺好的。就是啊，每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的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安宁。那你可要好好保护自己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这么开心的日子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。来，这是我们都爱吃的披萨，今天让我们重温他们吧。你还是这么爱吃，小吃货。来来，敬我们的光盘披萨，干杯！啊，你怎么那么多肉啊？哎呀，我爱吃肉嘛，不吃吧。嗯，头怎么有点晕呢？怎么回事？我们今天晚上也没有喝酒，可能前两天撞着脑袋了，后遗症吧。珊珊，天宇，原谅我，我也不想这样，珊珊。动！少夫人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没事。事情我们已经查出来了，白珊珊是李远山派来的。他怎么和李远山扯上关系了？李远山绑架了他的家人，威胁他那么做的。难怪他会这么对我。他家人呢？都已经救出来了。至于白珊珊，你放心，不会为难他的。李森，谢谢你。把药吃了，早点休息。沈清月，沈听雨，我手上有关于你身世的消息，想知道的话，今晚就到这个地址来找我。听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来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听雨，别那么严肃嘛。你来这儿不就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你并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你如果只是跟我说这些，我们就没有聊的必要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妈妈在嫁进沈家以前，早就怀孕了。那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聊吧。所以你知道了吧？爸为什么不把你养在沈家？因为你毕竟不是爸的亲生骨肉。那我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我只知道他们是老相识，更是爸的救命恩人。爸就是受这个恩人所托，才把你妈娶进门的。恩人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
那你叫我来干嘛？干嘛？当然是拿你做换回我妈的筹码了。说什么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人呢？监控显示少夫人是在两个小时之前离开的，我已经派人紧急定位她的行踪了。立刻给我找到她！李尚，人我可是给你带过来了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，把我母亲救出来。好了，知道了。你母亲很快就会回家。多谢李尚。李尚，你对沈天宇这个贱女人感兴趣啊？你可别忘了，她肚子里可是怀着别人的野种。她是林森的女人，我留着有用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，李尚？这就不用你管了。出去。李尚，你别忘了林森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，可别对沈天宇这个贱女人心软啊。这还需要你说吗？